大家好，我是疯狂在穷游的可静，我现在在广州大学城的贝岗村，现在带大家来寻找一道美食，广东人也很喜欢吃的鱼粉。什么想象跟学习？要三份招牌鱼粉。这里是爸爸。这里吃。36。好。拿到了这个小票。玩这么脏。现在就等餐，发现这家店人还是很多。因为我刚才要点了干蒸之类的所有东西，他都说已经被点完了，已经被买完了。完了，能开封三楼。现在也就只剩下鱼粉了，好大的一碗鱼粉呐、啊！看到了吗？它的面条，不是面条，它的粉，各种颜色的五谷。还有这里很大块的鱼，看，点的这是一份招牌的鱼粉，可以来尝一下。有骨头，那个鱼好香啊。可能是，它应该是提前去腌制过，让它鱼肉的里面也可以吃得出那种香的味道。尝尝它的粉。你这不是告诉吃辣是吧？也不是说，我只是吃着。走啊！不行，我没吃够。待会儿我给你说。它的这个粉还是算比较爽滑的，比较滑一点。然后它的有一点点绵羊，个人感觉是有一点绵。就那么大一碗，我就感觉很满足。它的鱼肉很香，也很滑，我刚才用筷子根本都夹不起来。它里面也有味道。不知道可不可以另外加酸菜，因为我觉得酸吃多一点酸菜，然后更加的开胃，然后就可以把这一整碗给干掉。这么大一碗才12块钱，很值。我觉得在这里的话真的是非常值。因为我之前有去过别家的店，鱼粉吃鱼粉，大概14块钱一碗，但是比这一碗小很多。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吃到那么大碗，而且又是那么实惠的价格，就觉得非常的，快点行吧，非常的满足。把这碗吃完，然后就是很满足啊，知道吗？它价格又很实惠，然后又那么一大碗的鱼粉，然后现在在这种天气下吃下一整碗去，有点热，有点就是有点出汗，但是总的来说是很满足，而且很好吃。